你在那边，干空气。女人，有人的100块被偷了，你赶快缩小去拯救他们吧。原来你在这儿。是啊。以上两种原理，我们的过关方式就是首先先夹好，然后聚焦，然后看你抽到的题目，然后并把它拍下来，再跟我们再比对我们过目就可以了。拍啊！快点啊！我以后要死。